聪明大娘，看我的大将军，看我有独角兽，我有毛毛虫。你看他，你搞一般场说是毛毛虫。你看我的毛毛虫好厉害的。毛毛虫，我们不敢傻装，走走。我也会去抓嘛。哇，大将军！啊，我也有大将军了！大将军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吓我？哼！你们看，我也有！你看，脚都没有了，我还是不跟你玩的。啊？怎么没有脚？我有奥特曼枪，我有黄金 AK， 我有布鲁奥特曼。阿六，你有什么？我有战侠披风、消防员帽。那不是你妈的红裙子吗？还什么战侠披风？但是我有消防员叔叔送给我的消防帽，你们有吗？说个老六，竟然有消防员叔叔送给他消防帽，就是我们都没有。你们没有吧？你就是个老六，消防员叔叔为什么送给你？因为我长大了，我要当消防员啊！老六，消防员可是又苦又累的，你确定要当吗？我当然要当消防员啦。我的梦想就是当消防员。老六，就你这样子，你能做好消防员吗？他可是高位职业呢。我能做，我一定把它做得很好。老六，你去当消防员了，还会不会来跟我们一起玩？这个消防员24小时都要随时待命，随时为人民服务。老六，消防员可是大英雄，你一定要把消防员做好，为人民服务。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。我们相信你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啊，那里怎么会有个消防员摔倒了？消防员，消防员，你醒醒啊！哎，叔叔，你醒醒啊！消防，快给消防员叔叔点赞加能量吧！消防员叔叔，我没事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又不认识他，去帮他干什么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要不是有消防员，要不是有这些消防员的奋不顾身，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安康啊？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我们去帮他们。走，我们快送消防员去医院，消防员受伤了。好，我们一起送他去医院。我不能回去，我的友还在上面，我要等他们一起回来。可是消防员叔叔，你受伤了，需要治疗。不，我一定要等我的友回来，我一定要等他们。好，你们消防员奋不顾身的为人民服务，现在我们为你们保驾护航。什么？我着急去医院，一直没等到车，求求你了。好吧，刚好我顺路，上车吧。谢谢大哥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味啊？臭死了！不脏又臭的，这么恶心。没有过迷茫。你怎么让他上车啊？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带我去医院吧，我老婆快生了，我心里着急啊。大姐，求求你了，大姐。我老婆快生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活该，
在回忆里。石总，我可是你的 VIP 客户，这单300万签不签？快让他下车，我现在就让他下车。多少人没有过彷徨，来，你下来干嘛呀？多少人先下来，依然在流浪。你不是说他身上有味吗？对呀、啊，有味你还不让他下车？他身上是脏了点，是有点味，但是我从他身上看来的是夫妻情深，是人情味。而你呢，自私无情冷漠，连丝毫的人情怜悯都没有。该下车的应该是你，这300万的单我宁可不要，我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合作。同志，你们上山